一整天呢都在电脑前工作，真的呢肩颈非常的紧绷，有时候呢还会酸痛，所以呢真的有的时候也需要好好的放松一下自己的肩颈。跟我一样经常坐在电脑前面工作的你，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我分享的好物哦。其实啊，在工作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分心去做其他事情，就是要专心的在做一件事情上面，那真的很累。那我们家庭主妇呢还是要兼顾着做打扫，也不能遗忘了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呢，所以家事也都是要由我自己来做。还有呢，我也是一个包货小帮手，所以我也身兼了非常多的工作哦。在我呢有一刻的时间可以让我好好的休息一下，我就会花20分钟好好的按摩我的肩颈放松。当然哦，它还可以按摩小腿呢，真的很特别吧。这样子呢小腿的萝卜腿也不会那么明显哦。还有经常用手用滑鼠啊，这个手腕的地方也是特别需要好好的按摩一下哦。很特别的就是还有脚部按摩的功能，所以呢这一机多用，真的超级方便，而且呢随身携带，也可以随时移动到不同的地方做使用哦。闲暇之余的时候呢，我有时候会来弹个乌克丽丽，玩个音乐。但我觉得呢，有时候低头一直看平板啊，真的让我的肩颈还是一样紧绷。没关系，我还是一样会趴下来好好的按摩我的腰部。我真的觉得这个产品真的太棒了，